第九集。发泄了一通后，周大远目光森寒地道：周建，你觉得凶手可能会朝哪个方向走？周建被师父冰凉的目光盯得打了个寒噤，连声说道：前往三河镇的路口都被我们的人把守了，而另外两个方向不便于藏身，所以弟子觉得这个凶手最有可能去的方向是蛮兽山脉方向。当然还有一种可能，那就是这个凶手哪里也不去，就隐藏在这森林之中。隐藏在森林之中，哪里也不去。周大远皱了一下眉头，他觉得这种可能性是最大的。如果真隐藏在森林中，还真难以找到。要知道，这森林虽然只有方圆数十里，但周大远带出来的人手不过是100多人。区区100多人，要想在一个方圆数十里的森林中找人，那简直就是大海捞针。沉吟了一下，周大元冷然道：这样吧，行武，你率领几个小队前往蛮兽山脉外围方向去搜索，周杰，你跟随着我，本人要亲自施展天师地听之术，亲自在林中搜人。听到周大远提到天师地听之术，周兴武和周建两人脸上都露出了震惊之色。这天师地听之术乃是属于青桑城周家的秘技之一，施展出来之后能够轻易地感应到十里内的风吹草动，就算是一只小小的地鼠也无法逃得过这门秘术的追踪。这门天师地听之术虽然厉害之极，但施展的难度却是很高，需要5到9重的高手才能够施展。周大远的实力只有5到8重初期，要想强行施展这门秘术，就只有燃烧自身精血，逼出自身潜力才行。如此一来，必然会导致精元大损，大大影响到自身的修为，进而影响到在家族中的地位。周兴武和周倩虽然想劝师父放弃施展秘术，但两人都知道师父心情极端不好，谁都没胆子出言相劝。树林中林木森森，野草长得比人还高，藤条如同一条条的大蛇四处地攀缠着。在这种草木密集的环境中，即使是正午的太阳光也透不进来。张叶手握一柄断了半截的后背刀，行走在枯枝树叶间，不时可以看见一两条大蛇懒洋洋地爬过。这些蛇虽然不是什么毒蛇，但那粗大斑斓的身躯看上一眼都让张叶感到毛骨悚然。除了大蛇之外，让张叶更紧张的则是那些隐藏在树叶草丛间的毒虫子和毒蜘蛛。这些小东西外形不大，但却是剧毒无比，不小心被咬上一口立即就要丧命。小心翼翼地行出了石树林，张也来到了一片相对开阔的地方。心里正松一口气时，张也忽然听到左边传来了一阵吱吱的尖叫。张也心头一凛，赶忙隐藏到了一棵大树后面。定睛看去，
只见左边的树木间突然涌来了一线黑浪。这道黑浪越来越近，张也终于看清楚了，原来这道黑浪竟然是由数千只黑毛尖嘴鼠组成的。黑毛尖嘴鼠是蛮兽山脉外围特有的一种鼠类，喜欢群居，行动之间敏捷非常。它们有着一对角质的尖嘴，尖嘴坚硬锐利，即使石头都能够咬下一块。一些体积庞大的凶兽遇见这种密密麻麻的鼠群，也只有夺路而逃的份儿。他妹子的呀，袭入这里就碰上了这群东西，我的运气也太差了一点。张也暗暗叫苦，趁还没有被鼠群发现，他像是猿猴一般爬上了身边的一棵大树。黑毛尖嘴鼠很快就发现了树上的张叶，一群黑毛尖嘴鼠立即顺着树干爬了上来。这些体积不大的黑毛尖嘴鼠爬树能力极好，身子在光滑的树干上急速前行，像是一道道的黑影子。给我去死！张叶暗骂一声，后背刀紧握在手中，一道淡淡的刀光挥出，一只跳起来的黑毛尖嘴鼠顿时被他分尸两段。黑毛尖嘴鼠虽属鼠类，但却最喜血食，闻到同伴的血腥味，黑毛尖嘴鼠更加的疯狂，带着嗖嗖的风声扑至。刷刷刷刷刷刷，张叶连连出道，每一刀劈出就有一只黑毛尖嘴鼠被劈成两半。几个呼吸的时间里，他已经发出了40多刀，斩杀数十只的黑毛尖嘴鼠。黑毛尖嘴鼠的尸体在他的身边堆积了一圈，血腥味和黑毛尖嘴鼠特有的骚味充斥着树林。虽然连连被斩杀，但黑毛尖嘴鼠却是更加的兴奋了。张爷又斩出数十刀时，听到了从远处发出的沙沙之声，显然有大批的黑毛尖嘴鼠正在飞速赶来。他妹的，听这声音，这批飞速赶来的黑毛尖嘴鼠恐怕有上万只。这黑毛尖嘴鼠虽然实力相对较弱，但被这么多的黑毛尖嘴鼠围攻，绝对是死路一条。想到这里，张爷连忙改变了策略，手上的刀依然是一刀接一刀的斩出，但脚下却是迅速移动，忽地跳到了另一棵大树上。走走走，张叶连续地跳出了十几棵大树，然后抓着一根垂下的长藤，从空中荡至了数十米外的另一棵大树，总算暂时摆脱了这些黑毛尖嘴鼠的围攻。看着身后树木上密密麻麻的黑毛尖嘴鼠，张也不禁地吓出了一身冷汗，赶忙拿出了拼命的劲头，飞快地向远方的树跳去。张也一口气跳跃出数里距离，正要松一口气，忽然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突然从心底升起，他感觉自己的全身上下都被一个无形无质的敌人看到了。张叶强运转全身真气，排斥着那种被窥视的感觉，手持断刀断喝道：谁？密林的另一头，周大远哗地吐出了一大口鲜血，脸色变得惨白，整个人像是老了几岁，但他的眉宇间却出现了一丝喜色，喝道：找到了，在离蛮兽山脉外围森林20里处，有一人正飞速奔走，如果不出意外的话，此人应该就是杀死我涛儿的凶手了。此人实力只有5到2重中期，你立即通知星武，让他前去擒拿。
对了。周大远又补充了一句，从此人的气息来看，这个人是一个20岁左右的年轻人，他的灵魂之力极为强大，能够感觉到我的窥视。你让行武认准了人，一定要把他生擒到我面前。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 FM 出品的《雄霸蛮荒》。嘴里吩咐着，周大远掏出了一瓶精气丹，把瓶子中的10多颗精气丹一股脑地往口里倒。他刚才接连施展了5次天视地听之术，精血损耗极其严重，如果不立即调整气息补充气血，必将会从5到8重直接掉到5到5重去。就算他是服食了诸多补充气血的丹药，修为也势必会掉到5到6重，寿命也将缩短20多年。周大远现在已经70多岁了，寿命缩短20多年，他也没多少年好活了。越阶施展秘术的后果实在是太严重了。一定要抓到他，千刀万剐，碎尸万段。想到自己付出了如此大代价，周大远的脸色变得狰狞起来，眼中凶光直射。张烨并不知道，刚才那种被窥视的感觉，是被天视地听之术窥视所致，但他隐隐地意识到了不妙，当下不顾身上的伤势，也顾不上隐藏身形，加快速度朝蛮兽山脉外围跑去。他妹子的！张烨摸着怀中装着刀尖的那只盒子，心里大是郁闷，这件刀尖也不知道有什么来头，竟然给我惹出了这么多的事情来，弄得我四处被人追杀，狼狈得像条狗一样。如果真是好东西，这还不算什么，但万一这东西就是一个普通货色，那我可就倒霉透了。狂奔出数里路，张雪忽然听到身后传来了一声长长的低笑，这笑声虽然不算大，但却是撕破长空，远远传出去，显示出发笑人的悠长气脉。张烨回头看了看，那笑声起处正是自己斩杀黑毛尖嘴鼠之处，看来身后的追兵已经发现了他的踪迹。这发笑的家伙至少也是5到3重的武者，甚至是5到4重的高手，这种高手真气已经修炼到离体伤人的地步，他们根本不用近身就能够发气进来伤人，被他追上来绝难逃脱。张烨估计出对方的实力，脚下跑得更快了。奔跑间，张烨隐隐听到了河水流动的声音，在蛮兽山脉外围有着一条横贯百丈的大河，名叫界河。这条界河流急浪大，里面生存着一些极为强大的凶猛鱼类，传说这些鱼类强悍的连石头铁块也能够吞食，一般的5到4重和5重高手都不是他们的对手。界河横贯在蛮兽山脉外围，要想进入蛮兽山脉就必须经过它，每年丧生在界河里的高手简直是不计其数。张爷又跑了数里，眼前忽然一亮，一条上百丈宽的大河出现在眼前。不用说，这条大河正是大名鼎鼎的界河。武者的身法练到一定的地步，可以踏水而行，
但界河之中凶兽极多，即使是五道五重六重的武者也不敢踩水而过。张也只有区区的五道二重的实力，当然更不敢那样玩了。不过这并不代表着张业无法过河。事实上，对于如何过河，张业的心中早已经有了一个主意。不过这个主意现在得验证一下是不是可行。张业来到界河边，随手拿起了一块石头往河里一扔，石头落水的声音立即惊引起了几头巨大的凶兽。数条大如门扇、长相狰狞无比的怪鱼骤然浮出水面，一双双碗口大小的眼珠瞪着张野，一张张血盆大口张得大大的，他们拳头大的眼睛凶光四射，最后把目光定在张野的身上。张野保持着镇定的样子，快速地从怀里取出了那个装着半截尖刀的盒子，再快速地把盒子打开。盒子一打开，一股淡淡的威压立即从刀尖上散了出去。那几头巨大的凶兽感应到了这股威压，竟然呼的一下子沉到了水里面去，好像看到了什么可怕的东西一般。果然有用，张杰说道。据古书记载，一些凶兽在觉察到强者的气息之时，立即就会逃之夭夭。这刀尖蕴含着强者气息，果然能够吓走凶兽。有了这刀尖，我过河应该是没有问题了。试验成功，张杰立即斩下了两截干枯的木头，然后将这两截木头绑到了鞋子上去，然后猛跑数步朝界河跃去。张业的身子还在空中，就听到远方有人低笑而来，回身看去，只见一条人影在树梢飞速掠行，那速度之猛让他全力奔跑更快几分。森林中在树顶掠行是一件很危险的事，但这个人实力高超，一些从树顶发起袭击的小兽毒蛇被他一一以双掌击毙，那种一往无前的气势看得张野心头一惊，不过他很快就轻松了下来。来人无论有多么高超的实力，他也不敢横渡这凶险万分的界河的，自己这回算是安全了。张业落到了水面之上，绑在鞋底的那两截木头产生的浮力稳稳地将他的身子托起。张业嘿嘿一笑，脚下一点，身子像是离弦之箭般朝对岸而去。此时那个从树顶上掠行而至的人离张业只剩下一二里距离，这个全力施展身法在树顶上掠来的人正是周大远的二弟子周兴武。周兴武远远地看到了张业往界河跳去，他心里不禁的一阵骇然，这小子是不是疯了？这条界河横宽上百丈，河水湍急且凶兽出没，一落入里面去绝对是十死无生之局，送死也不用这么送呀。想到师父交给他的生擒的命令，周新武心中一紧，如果这张业死掉了，他恐怕也不好受。提了一口气，周新武大喝道，小子，前面的界河里有凶兽出没，你这是送死，听着，你停下来，我们好好商量一下，我绝对不会杀你，怎么样？张业哪里有时间听他啰嗦，脚下连点，几下呼吸的时间里，他已成功地到达了界河的对岸，踏上了蛮兽森林的外围。周兴武看着张业消失不见的身影，眼睛瞪得比水牛眼还大，这怎么可能？
这河里这么多的怪鱼，怎么不出来把它吃了？难道这河里的鱼都睡着了？疑惑间，他不知不觉地行到了河边。这时，一条巨大的鱼忽地跃出了水面，朝他扑来。周兴武魂飞魄散之下，怪叫一声，连忙闪身后退，远远地离开了这条可怕的界河。听众朋友，本集播放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